票号，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，所以我一直跟号走在一起。我跟他说我最后一个任务是转蒸汽阀，叫他陪我一起到后花园去。结果他按了通讯中断，再自己假装回去接。他回去的路上顺便把号给刀掉了，最后再栽赃给我。我还是觉得二号啦。真的，我不是狼，我是狼，我没办法编这么屌的故事啦，这么短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艺人。太好啦，抽到好人。我自己是很不喜欢玩狼人啊，因为我超级不会说谎的。开局直接选择冲阅览室，阅览室的任务都解得比较快，而且狼人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用通讯中断。哎，完美，任务没被打断，我们就顺便绕过去解一下吧。这样等一下可以跟人家说通讯中断是你解的。应该就比较不会被怀疑是狼了吧。好，那这边解完了，我们就顺便去客房，这样等一下报的路线才不会那么奇怪。可以从小地图看到刚刚四号经过客房，看一下他跑去哪里的。哎，四号为什么要掉头嘞？怪怪的哦。后面这个是谁？怎么一直跟着我？我先说厨房，然后拉线，然后尸体七号死在节气零一号站在旁边不动，然后也没事，所以瞎踩一下一号吧，阿爸应该没出来。我人最后人家监控室，我整场都在监控室，我这边买了一个小丑，对啊，是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是真的，我这边真的是真的小丑，我会扮好人做人。然后六号最后人在后花园，所以他应该，所以他应该不肯刀这一刀。然后一号断线狼人，那九号这边就铁好，六九十都好，那就看你们吧。一断掉啦，他是狼人。然后我的路线是先去阅览室，然后通讯中断是我解的，之后解完我下去客房，然后客房那个贩卖机完之后，走到厨房就被拍过来了。我要来大厅的时候，居然被九号救了。但是我在来大厅的路上，我看到九号好像追着七号，所以我怀疑九号是狼人，所以先投九号。跟票。是啊，是有问题啊，是啊，我怎么追着七号？你们跟票啊，跟我。你是有病啊！是啊，你是有病啊！跟我一头九了，九绝对是狼啊！好久啊，讲话那么难听。是有病啊！谁在追着七号？那我要刀打就刀二号了。确实。那我这边选择弃票啦，因为我还是觉得9应该是偏好，结果最后平票，所以没有人出局。我又下意识的往右边走过去了，我的任务是在左半边啊，赶快掉头。又通讯中断了，没关系，应该会有人去解，我们就在任务前面等吧。我很希望拿到警长啊，毕竟之前第一次玩警长啊，没了。法医也出了，不知道工程师出了没。那我应该是没有绳子了啦，赶快把任务解一解吧。就剩两个蒸汽阀。哎，又被通讯中断啦。我是法医五号的脚印，就是阶梯厅那边杀了九号，然后我最后跟二号在后花园，然后就通讯中断了。那警长出来了，对，警长出来看你们要跟八号走，还是我可以跟八号走都可以啊，反正我这边就好人。我觉得应该是四五双狼啊，因为四踩九，五毫无理由的就直接跟啦。
然后现在抓出来五了，所以四应该也是啊，听他们怎么讲吧。我小丑啦，我是警长。好，那投五号，然后看要不要枪四号。好了，我跟二号狼。是小丑。哇，这个五号要出局了，还想把我拖下水。我是小丑啊，然后我先抽。其实八号跟十号的声音都超级小声的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。你们听到的声音都是我后置在放大过的，所以才会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这么清楚。哎，警长怎么死掉了？他讲谁啊？原来是四号小丑白卡啦。小包子是警长啊，刚才我看到好像他写说警长伤了好人，那我就是小丑，就是有可能二号啊，就是狼人啊，我觉得的而已。他枪的是你啊，小姐。因为刚才狼队友已经说出来狼最后一个狼人是谁，四号我们一起投二号，所以就投二号吧，就赢了。八号才是狼人啊，你就是心里有鬼才会跑掉嘛。待在大厅的只有我跟四号还有十号啊，我们三个不怕被枪的。那五号故意丢给我，但是我真的不是狼人，相信我，投八号。然后是四号掰咖。我还是先弃票了，我怕我投错。那我觉得可以先，你等一下，好犹豫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知道，八号竟然有投五号，那代表他有可能不是狼人，因为不可能狼人投狼人啊。我也有投五号啊，我这边扛推八号法医，大家都没有反应，就可以证明上一局八号的发言真的没有人听到啊。这边我选择先来解通讯通段，反正我任务剩最后一个了。十号也来了，这时候的我还以为十号是好人，因为他的演技太高超啦。十号应该好人吧？我身后花园的蒸汽阀，你要跟我解吗？哎，对，我这边居然带着一个狼人陪我去解任务，然后他的声音真的很小声，所以我也没听到他讲了什么。这时候的十号应该快笑死了吧？啊，完蛋，要通讯中断。因为我剩最后一个任务，所以我在等十号回去解。哎，很好，他回去解了，那我就在这边等吧，希望他不要遇到狼人。这时候的我是这么想的啦。哎，不对，十号怎么去那么久啊？该不会真的遇到狼了吧？哎，没有人去解哦。我们一起去吧，我们一起去。啊，怎么有尸体？这边十号还哇一声，超可爱的，演戏演到底耶。好扯哦，我跟二号打在四号白咖，这真的很扯。我觉得就票二吧，不然就是等好人任务做完。票十号，如果小丑想帮好人，那就票十号。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八，所以我一直跟十号走在一起。我跟他说我最后一个任务是转蒸汽阀，叫他陪我一起到后花园去。结果他按了通讯中断，再自己假装回去解。他回去的路上顺便把八号给刀掉了，最后再栽赃给我。十号有可能是狼人，二号有可能是狼人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二号啦。小丑如果要帮好人就投十号，真的，我不是狼，我是狼，我没办法编这么屌的故事啦，这么短时间。我也不是狼人，就票二。十号，真的是十号。小丑要帮好人的话就投十号，拜托你了。跟你讲过票二，不是二号，超恐怖的。那我先弃票了。不是你弃票，十号就赢了啊。对啊，就二号妹，搞笑喔。不是啊，我故事这么精彩，你觉得是狼人编的吗？一定是真的啦，我是好人。好了，我投死。那这边真的是很谢谢四号小丑啊。如果你是没有绳子的好人，你就乖乖把你的路线爆出来就好了，让有绳子的人去爬。因为狼人一定说不出一套完整的路线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那我是一狼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